他非说今天有灯光展，但也没说这么多人啊。你待会儿可要好好跟紧我，不然到时候我女朋友该丢了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摩天轮呢，要不咱们试试吧。走了。好玩，好高，而且看到的风景好远。那我们今天晚一点回去吧，因为我从明天起啊就要开始忙了。咱们学校跟那个外国联办的那个画展，班主任啊就一直夸赞我，对我的期望很高。你真棒。我吃糖了。你不一直说要脱敏治疗吗？尝一点，你帮我。